避寒贴都冇用嘅，我啲避寒声都仲好似火车声咁大啊！仲用紧避寒贴啊？有冇试过 Fortuna 4D 避寒窗啊？避寒窗咩嚟噶 ？Fortuna 4D 避寒窗系由研究激光技术超过50年嘅德国厂商 Fortuna 所研发嘅。佢哋透过全球最稳定嘅专利耳激光，去渗入软腭，跟住吊钟附近嘅口腔黏膜组织。当你的咽喉软组织收缩，呼吸气流就会更加畅通，从而就可以解决到鼻鼾问题噶啦。但是用激光会唔会好危险噶？梗系唔会啦，疗程前咧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嘅麻醉噶。喺疗程嘅过程入面咧，你净系会 feel 到微暖嘅感觉，而佢更加是一个非入侵性嘅 treatment 嚟噶，所以做完是完全冇伤口，即时就可以进行任何嘅社交活动噶啦，饮嘢食嘢都完全冇问题。咁有冇话要做几多次噶？一般建议疗程就是6星期嘅，不过根据厂商嘅讲法，做完一次已经可以解决咗 50% 嘅鼻鼾问题噶啦。哇，好想试啊，好吸引啊！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想解决呢个鼻鼾问题噶啦，所以我有一个特别的优惠送俾大家，而家只要 click 入下面嗰条 link 就可以登记免费体验一次 Fortuna 4T 鼻鼾窗噶啦。